今天活力满满啦！是 OK， 我今天呢，我这边蓝队的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了。哇，各位有听过品试吗？噔噔噔噔噔，品试，对，就是那个比型的，不是比武的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全国前三名四大运这次的金牌呢，全部都是他的朋友。哇哦，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好不好？先来介绍你这边好了。好的，我这边是妈妈带队的板桥中山国小。早安。 燕峰教练所带来的星河，星河跆拳了不得，嘿，人气后援保护人气，掌声见你来星河，今天冠军是我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有力哦！燕峰老师在这业界是非常非常有名的，随便讲两个攻击给大家。 参考一下，公鸡，什么公鸡？公鸡是母鸡，是哦，公鸡，哦，公鸡，不是去啃，这昨天你太夸张了，他没有想过有人会想人去啃公鸡啊。听说是大专杯前三名，对不对？是团体国手选拔第二，第二名是不是厉害厉害？好，个人是前三，哇，辛苦，欢迎来今天呢。 能云武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对决一下，看到底一位员奖学金奖落谁家。第一个关卡，好，旗开得胜，全家福。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，每人两种各式不同家族成员的牌子。参赛者需听指令，升降旗中的牌子。动作错误即淘汰，最后存活者一队伍胜出。 全家福什么意思呢？一家人要聚在一起啦！爸爸在哪里？爸爸举起来，爸爸戴眼镜，好可爱哦！妈妈在哪里？妈妈有戴耳环哦。妈妈有戴耳环。弟弟在哪里呀？弟弟，弟弟是吃奶嘴的，吃奶嘴。刚出生而已 ，baby。妹妹呢？有绑头发。绑头发。这次呢是我们的新的版本全家福版哦。是的。大家好好加油哦！好的。老师音乐请亮，请降旗。 好可爱，亮牌，爸爸妈妈 ，OK， 嘿，爸爸妹妹爬上楼，弟弟不下楼，妈妈爬上楼。刚刚弟弟，你其实要举起来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你全身好热哦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的，全家福板，请亮牌。妈妈妹妹，请聊。 妈妈弟弟爬上楼，爸爸不下楼，弟弟走下楼，妹妹爬上楼，妈妈爸爸走下楼，妹妹不下楼，弟弟不下楼。啊！你这不小心对不对？因为弟弟妹妹有点难分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。哦，现在红队算幸运，对不对？帮他加油！幸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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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他远一点点。 你一定要紧张啊！好加油！好加油！在你好，OK，好。那老师音乐请了啊！妈妈们，好，请降旗。弟弟爸爸爬上楼，妈妈不下楼；妹妹爬上楼，爸爸不上楼；弟弟妹妹走下楼，妈妈走下楼。因为你，妹妹，其实妈妈刚刚应该要在楼上。这么压力很大，哎，你笑起来好可爱哦。 怎么笑起来那么可爱？好喽，那就回去练跆拳道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哎呀，星云跟博成他们的燕军哥哥，放轻松哦。妈妈弟弟，好，我会的。星云还好吗？妈妈弟弟。爸爸妈妈爬上楼，弟弟不下楼；妹妹爬上楼。他不是弟弟啊！弟弟胖肚子多呀，对不对 ？Oh my god！星云太好了。 燕君哥哥要去陪星云姐姐了，你就放心跟博成好好玩，好不好？好，PK 赛，两位都是高手，好不好？放下，孩子放下来，老师音乐请了。爸爸妹妹爬上楼，弟弟不下楼。
妈妈爬上楼，爸爸不上楼；弟弟妹妹走下楼，爸爸爬上楼；妈妈不上楼，爸爸爬上楼；妹妹不下楼，弟弟爸爸爬上楼，全部走下楼。弟弟爸爸他怎么了？你是搞混了。对啊，搞混了，对不对？把他看成爸爸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分数是我们红队的。你好棒哦！你知道你帮红队得了一分吗？好厉害、哦！给他拍拍手。这回红队获得一分。获得一分。好，换人 ，Go。旗开得胜 ，Family 版。OK， 各位保重啦，请降牌。老师 Round One， 请出题。爸爸妹妹爬上楼，妈妈不下楼，妈妈不上楼，爸爸爬上楼。哎呀，紧张了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没关系，不要紧张。OK， 谢谢。好的，刚才呢，我们蓝队呢已经被淘汰了一位啦。OK， 各位请降牌。老师 ，Round Two Go。弟弟爸爸爬上楼，弟弟不上楼；妹妹爬上楼，弟弟不下楼；爸爸弟弟走下楼，妈妈走下楼。弟弟没有下，好不好？弟弟那么小，不方便下楼啊。就弟弟太小了，不可以让他独自下楼，他在吃嘴嘴呢。在家是这样子没有错。那因为这个弟弟呢，他也是虚拟，你没有脚，所以就 OK， 好，不要任性了 ，OK。谢谢。哦耶！现在呢，算是去无存精了，最厉害的人都在上面了。我就是那个哦。没有了，我们的反应是不会比同学要快的。是的。好，请降牌 ，Round Three， 老师 Go， 加油了，越来越快喽。爸爸妈妈爬上楼，弟弟不下楼；妹妹爬上楼，爸爸不下楼；弟弟妹妹走下楼，爸爸爬上楼；妈妈不下楼，爸爸。哇！妈妈看龙傻。你怎么爬下楼？对，继续我家有开枪了。你可能希望妈妈在楼上陪弟弟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来。好。现在呢，依然呢，哇，又是我们一个女生要对抗两位男生。没错。帮我们的玉馨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嘞。玉馨加油！玉馨加油！玉馨，玉馨，玉馨加油！加油！加油 ！You good job， 老师音乐 ，Go， 请降牌。妈妈弟弟爬上楼，弟弟不下楼；妹妹爬上楼，妈妈爸爸走下楼，妹妹不下楼。你以为他是妈妈，结果他是弟弟，长得太像了，对不对？耶！哦耶！哦耶！恭喜蓝队获得一分。好嘞。OK， 那刚才哪一位呢？刚才是红队获胜。对。刚才是红队获胜，现在蓝队获胜，两边平手，1-1，赞成平手。好嘞。麻烦是你下一个关卡。超级功夫拳游戏规则说明：游戏中有三种拳法，由关主法官与同学比拳，同学若比出不同拳法则得分，相同拳法则换下一位上场，全队最后得分加总较高之队伍获胜。超级功夫拳，啊呜，厉害了！鹤拳，鹤，蛇拳。咏春拳，哎呀 ，OK， 就三个拳了 ，OK。那我们今天非常特别，就是我们的老师呢，跟我们的教练呢，都一起上台了。哎呀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 ，OK， 超级功夫拳，预备，开始。超级功夫拳呐，哈哈哈！啊，歪歪歪歪歪歪，下一棒，预备 ，Go。两分，超级功夫拳呐！哈哈，两分，第三棒起就位 ，One Two Three Go！ 超级功夫拳呐！三分，超级功夫拳呐！四分，超级功夫拳呐！四分，谢谢，第四棒就位，嘿，超级功夫拳呐！五分，超级功夫拳。六分，超级功
七分。超级功夫拳呐、啊！八分。超级功夫拳呐、啊！哈！九分。超级功夫拳呐、啊！哈！哈！哈！九分，恭喜！哎呀哎呀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，九分。现在是倒数第二棒哈。超级功夫拳呐、啊！哈！哈！哈！再见。不小心跟你做到一样的动作，很抱歉。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？抱歉，没事，没有用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这样，撒点盐。老师可以这样耶。超级相扑拳，啊不，预备 ，Go！ 超级相扑拳啊！十分。十一分，超级功夫拳呐！十二分，超级功夫拳呐！恭喜蓝队获得十二分，好厉害！厉害啦，换我上场了。耶，火焰君，天君哥哥，你上次带失了几分？我最高纪录是得了24分，玩到同学都不想玩了。很好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准备好了，老师音乐请了。我今天不一样。超级功夫拳啊！哎呀，秒杀呀！下一位，音乐请聊。超级功夫拳啊！秒杀！而且我还有翅膀，啪啪啪啪啪啪。你好棒哦，燕君哥哥。超级功夫拳啊！哎呀。五分是不是？五分而已哦，加油！音乐，请聊。超级功夫拳呐！得分。超级功夫拳呐！得分。超级功夫拳呐！拜拜。最后一位耶！老师上场了，掌声鼓励。请聊。超级功夫拳呐！得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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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超级功夫拳呐！停停停停停！你们不是帮我加油的啊？不用了。老师，你喊燕君，他们喊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燕君，加油！燕君，加油！燕君，燕君，燕君。我们现在十一分了，十一，然后刚是他们十二，妈妈加油，音乐起来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超级功夫拳呐，爸爸，超级功夫拳呐，爸爸，拳呐，爸爸，超级功夫拳呐，爸爸，跟着跑一圈，挥手，给你拜，给你拜，给你拜。骗我，你不会啊！我已经，我们想说，你终于，你终于撑得住了。所以这一回合是我们的红队获得一分。总比数是多少？燕君哥哥告诉大家，2-1，蓝队暂时距离领先，还有一分。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偶像拼拼，游戏规则说明。关卡中，关主分别持有不同的注音符号板，并随着节奏掀开板子给予提示。再由两队参赛者合作，拼凑出正确组合，将答案写在白板上。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偶像拼拼，偶像拼拼，最受
受欢迎的情侣档来了。对、啊。今天呢，听说呢，为了要纪念他们认识一周年，嗯，所以呢，有带来一个非常动人的表演。哎呦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第一支舞。那听说它也是你们的，嗯。第一次一起跳舞，第一次真的、哦，欢迎他们带来的第一支舞。每次笑容你所向我，做个邀请的动作，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拒绝双脚，好可爱哦。曾经见过你的爱中，你是最美的一个。要是能就这样完成一生，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首，只要不嫌我无不分错，你是唯一的选择。哇！怎么会可爱成这样？哇，意犹未尽哦。这首歌是我跟燕峰教练来跳，那就完全不一样哦。我说你们好棒，而且听说他们只练了一天。哇哦，掌声鼓励，好棒。好，接下来要来进行我们的偶像拼拼啦。OK， 那我先来上了。好嘞。偶像拼拼要来出题咯，前面的比较简单，大家准备好咯，仔细看咯。加油 ，OK。好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偶像拼拼，偶像预备，开始。动起来 ，Yes， 哇！仔细看 ，Yeah。很好。跳起来，其实应该还蛮简单的，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把它拼起来哦。哇，老师字好漂亮哦！老师字很漂亮，超漂亮。一二三，这边的答案是煮饭。他们好可爱，他们把圈圈给那个。对啊，他们把每个人的手上的那个有没有？对啊，好厉害哦！这边也是煮饭，两边的答案一样，一起来看看。答案是不是煮饭？请笑你们的牌子。恭喜答对，煮饭，煮饭，恭喜。哎，两队的专注力都还不错哦。下一题一样也是算简单的，好不好？第二题是什么呢？老师音乐请聊。Go， 偶像拼拼，偶像预备，开始。观众朋友一起来猜猜看啊。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答案？现场给你们五秒钟，好好的把它拼一拼。哎，蓝队很厉害，蓝队直接写答案了。那你跟我想的一样。数到三，请翻板，一二三。两边的答案都是颜色，一样的答案到底是不是颜色的？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正解，请翻板。加了，恭喜答对。一安颜。二色就是颜色，恭喜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紧接着第三题比较难了，接下来题目会越来越困难了，好不好？OK， 心灵姐姐登场。Yep。接下来呢，我觉得这两队，我觉得应该都难不了他们。嗯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第三题，老师 Go。偶像拼拼，偶像预备，开始。观众朋友一起来猜猜看，到底什么字？没有。上面，下面，转圈圈，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翻板子，一二
关系。好，我们红队答案是。啊，叫各位同学讲，好，我们蓝队答案是年轮，到底对不对呢？老师，秦正杰，三哥来替我。耶！答案就是年轮，掌声鼓励。好的，接下来第四题，老师，音乐 Go， 偶像拼拼，偶像预备，开始，动起来。OK， 到底是哪两个字呢？老师倒数十五秒 ，Go。哎，蓝队有答案，请亮板。出生啦哈，出生 and 尿床，答案是出生还是尿床呢？老师请公布。尿床。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来转过来。呢一奥尿，吃乌昂床。恭喜蓝队获得一分。总比数2-2，赞成平手。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心电感应游戏规则说明：主持人担任队长，带领五名队员一字排开，由关主出题。每位队员以直觉比出联想动作，当队员动作与队长相同时，即可得分。最后加总总分较高之队伍获胜。电流对不对？加油好吗 ？OK， 好不好？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加油 ，Good， 很好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动作题，超级总动员要选哪一题呢？我要选的是圆。圆，很好。是的，一起来看看圆是什么？钓鱼的动作。老师，音乐轻聊。哎呦！啊，完蛋了！哎呦呦呦！你这个是钓鱼，是钓鱼，钓鱼两个字。拉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解释，就是钓鱼，就是这样。右手在上面，左手在后面。哎呀，这个算 OK 啦，其实有一点点动作，虽然左手在那个滑平的，那其实有上下啦，对，所以其实 sorry 不行。那这个嘞，算 OK 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不要那么严好不好？这个因为左右手不一样 ，sorry。好的，不一样。这个。这个也不对，因为这个太高了，所以啊，换手，哎呀，我们做完动作之后就不能荡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所以这回不错，你得到两分呢。来，掌声鼓一下，给自己掌声鼓励，不错。两分很厉害了，因为做动作题而已，已经很难了。好的，第二题动作题你要学什么？超级。我要选第一个字，超级的超。超级的超，一起来看看超级的超是什么题目哦！大对决 ！Oh my god！ 音乐马上来！天哪！当我想到大队接力，你就想要做什么？当你想到大队接力，我就想到接吧！哎呀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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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好，右手在前，好的，这个一样很好，这个一样很好，这个不要手 ，sorry， 这个手弯的不行，这个不要手，所以两分。哦，你两题得到四分算厉害。其实他们用左手大队接力也是对的，因为大队接力其实是左右手接的，右手要接给左手，左手要接给右手。了解。他们是有观念的。可是已经很厉害了。好了，对，四分。紧接着是文字题，要麻烦上我们的板子啦。文字题要把它写出来，看能不能跟眼镜哥哥有心电感应。现在我们目前是四分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就不用得分，没关系。No. 好，超级总动员，你要什么？总一起来看看总是第三个字，文具的种类。音乐请了。当我想到文具种类，你会想要写
看看有没有心电感应哦，写好。依照我们的默契程度，我觉得应该会有两题。很好，数到三，请翻板。第一个是 笔得吗？笔得吗？尺不要，笔记本不要，铅笔不要，所以一样得到两分呢。哦，yes。那个于轩，我本来想要写尺，因为尺的笔画是最少的。哎呀，可是我想说，因为笔比较长哦。喂，你很聪明，因为我想要文具种类一定会先想到笔或橡皮擦。再选一题，给你们选，你们要选哪一个字？圆。好，圆一起来看看圆是什么。默契。 亚洲的国家来问他，不能写台湾哦。亚洲国家有哪些？好，老师音乐请亮。Yes。当我想到亚洲国家，你就想要写什么？当你想到亚洲国家，我又想要写什么？台湾不能写，台湾不能写哦。厉害了啊！我觉得这一题。 命中率很高了，因为亚洲国家真的太多了，而且每个人对亚洲国家的认知其实第一个想到。好的，数到三，请翻白。哎呀，我的红掉了，三，转过来。来不及了。哇，来不及了。哦，很抱歉，没关系，来不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们这一个。 答对四分呢！Oh my god， 尖叫声！所以你们这一回合总共得了10分哦！哇哦！太强了，我们要加油！红队有没有信心？有！换我们上！好，经过了刚才我们10分的旋风风暴，你们是不是非常的没有信心了？我们。 很有信心，最不缺的就是自信心。太好了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一直。好，我们请我们最美丽的姑娘星星姐姐帮我们选题目。星星哥哥，你的十分心情太好，对不对？我心情超好，因为我们10分了。那我想我们就来个集好了。集，好，集是什么题目呢？请出题。好冷。好冷，到底会做出什么动作呢？老师音乐 ，Go。 当我想到好冷，你会想要做什么？当你想到好冷，我就想要停。 Oh my god！右手在上，是，一分，两分，三分，没分，没分，恭喜三分，好嘞！好，第二题，你们选要总还是动？ 动，那就动。好，蹲下。嗯，我不能说太多。老师，音乐直接来。当你想到蹲下，我就想要做什么？当我想到蹲下，我就想要。停。哎呀，还好刚什么都没有讲。我刚刚正要讲，你要左脚蹲，右脚蹲，双手还是双脚蹲？讲快一点，很难蹲。好，你是左脚。 左脚在下，双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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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都是双脚。啊，亲亲，耶！这题太可惜了，刚刚最容易得分的居然没有。哎呦，我的错。所以现在的分数依然是3分。哎呀，文字题预备。好，到底心灵姐姐有没有办法突破我们10分呢？文字题，心灵姐姐，请选择。我来选。 集好了，好，集请出题。简单一点，一的成语。到底一的成语有哪些呢？老师，音乐，Go。当我讲到一的成语，你会想要写什么？当你想到一的成语，我就想要。一哦。我感觉这题很难，但是又有点简单的感觉。 好了，数到三，请翻板。1、2、3，拜托。一马当先，一心二用，out，九牛一毛，厉害，一石二鸟，有学问。一心一意，卓越。一心一意，你们两个得分，你没得分，恭喜0分。因为我得10分，我应该经验值得参考。
笔画越少越好。目前呢还是停留在三分。好，第二题的文字题，心理姐姐请出题。你们选动动动。好，动，请出题。人的成语。老师音乐。当你想到人的成语，我就想要写什么？当我想到人的成语，我就想要。记得我这个优胜者的经验。我猜啦，不能再写了，不能再写哦。他应该会写人山人海。请翻板子开始。掌声应该给我才对的。你真的说你胖你就喘呢？你真的是啊！我好喘，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一分，人山人海两分，人山人海三分，山海四分，人山人海五分，恭喜总分八分。燕君哥哥还有我们蓝队得的分数是十分，是。我们红队表现也非常好，也是八分，好不好？先给两队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表现得非常好。那个关卡呢，蓝队获得一分，现在总分就是一二三，到了2-3，二比三，恭喜蓝队暂时领先。战况非常非常的激烈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手相连，游戏规则说明：六位队员需排成一横排，手牵手相连，将两个相连的呼啦圈运用身体投入脚出的方式，从第一位传递到最后一位，来回各一次。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可得两分。欢迎来到新手相连，哎呀，甜蜜蜜的。Okay, 他们两个做什么都在融化我们的心。听说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有跆拳道在这个地方，可是他们两个也不是。省油的灯，对，想要来小试身手一下，他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啪劈腿，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谁要先给大家看？小心哦，不要太劈了，会吓到他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掌声鼓励！加油！厉害！完全不用暖身，来来，陈蔚，请起。那我看到我们这个劈腿，有没有吓到的感觉？还是其实大家都会？你们可以劈腿吗？大部分都会。大部分都会，没有了，他们会可以啊，你应该不行了吧？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，可以。来来，会劈的直接劈下来，好不好？哇哇哇哇！那我哇，好可以啊，你也可以吗？哇！那博成，你这没动作就不行了。博成在圈圈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教练说他也可以啊，哈。就侧劈的。侧劈是不是？好，预备。强哦。开始。哇！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心手相连，请牵起你们的友谊之手。因为我们的燕峰教练比较壮，但是我们的呼啦圈待会会很精彩，好不好 ？OK， 红队，啊不是，对不起，蓝队，请倒数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这一关卡可能会比较吃亏，教练那个穿过你身体速度超快的耶，而且下来之后他还有一个 move， 哎呦，厉害了，成绩公布，41秒71，掌声，厉害厉害， OK， 马上换我们的红队了，红队请就位。你们这队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的拥挤？你看哦，一步两步
两步距离就是我跟教练站上去的距离啊。对，我两步就已经跨越到五个人了，六个人了。哇塞，这是你的策略对不对？就是要紧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哦。你们练习的时候最快速度多少？30，很厉害，很快。现在目前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一分的，如果赢的话呢，反倒领先一分。对，好吧，有没有把握？有。请牵起你们的友谊之手。迈向最高荣誉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红队新手相连，请倒数。3、2、1，开始。36秒11，恭喜获得两分！哇！所以现在我们总比数来到1、2、3，请公布。4比3，恭喜红队获得10000元奖学金。来，给我们奖金，谢谢你们！非常谢谢各位的努力，为金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恭喜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超级总冠军。我是 Kiwi 姐姐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下订阅键。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内容的话呢，也记得看这里。